3月14日，《黑暗荣耀2》官方释出一组幕后花絮照，西雷胡斯的大家幕后都好有爱，贴在一起合照，其中还有许多名场面的场景，也算西雷外联动了。还有网友爆笑调侃，西雷完全就是换成恋爱嘛，好像无论男男还是女女，大家都超有 CP 感。除此以外，宋慧乔在剧组受到的待遇也让韩网热议。作为火了20年的大前辈，宋慧乔在戏内虽然饰演着被欺凌的对象，但戏外所有的演员对她都尽到了对待前辈的礼数。毕竟在韩剧里，每个时期都能拿出代表作的女演员并不多，宋慧乔算其中一个。